你好。来，拉扎，你喝拉扎。拉扎。六十。六十。对。好，拉扎什么意思？台语。六十块。啊。哎。台语。台语拉扎。国语叫四十。四十，谢谢。谢谢。拜拜。拜拜。六十。緊急事態です。もう変人じゃん。そういう。頭真っ白や。やばい。これが、ニョロチャオロピエン。シュシャマ。なんか、みんなは俺のことを珍しそうに見てる。アニム。はい。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我原本要煮饭了，我要煮晚餐，可是我发现我忘记买今天的菜。你忘了买东西？对，我忘记买今天的菜。你可不可以去那个 Apple 奇帮我买？我等一下写一张那个 memo 给你，你等一下去帮我买好不好？我自己。对。买哪里？去 Apple 奇，午後のやってる電動式機市場。何買うの？買什麼東西？買菜。我會寫紙メモしてあげるから。うわー、めっちゃ怖いわ。不會。你可以問店員啊，你可以問那個店家啊，沒關係啦，你可以的，你要相信你自己。好，來，給你。好，謝謝。你知道上面寫什麼嗎？有空心菜。哦，對對對，空心菜。空心菜。空心菜。對，然後還有什麼？牛肉焦肉片。牛肉炒肉片。对，你买200块的量就好了。200块的，你就跟老板说，老板我要买200块的量炒肉片，牛肉的 炒肉片。好。然后呢，最后一个洋葱。洋葱。玉米是什么？玉米。玉米。对。啊，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念，你可以给老板看 memo， 没关系。OK OK OK。好。啊，你要加油。好，骑车小心哦。好。好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油梦姊妹咯。油梦，今天是巴林要东西，所以我巴林说我一个人去市场买东西，但是我还没去。大家是不是不知道我可以骑机车？点点就是巴林的，我很紧张，害怕，台湾呢？会说很怕、可怕、害怕、恐怖。台湾人哪一个说？哪一个常常说？我不知道。是吧？OK， 我到了，但是我很紧张，因为看起来没有外国人，全部都台湾人。很怕，頑張って行きましょうか。めっちゃ怖いね。天神ちゃん、やばい、みんな、助けて。入ってきます。やっぱ、很多台湾人。やばい。おお、鶏そのままある。怖。やっぱ、うわ、台湾すごい。とりあえず。空心菜，空心菜在哪里？空心菜哪里？哪一种？呀，没有的话，帮你说没有的话，店员说话。OK， 店员真的很忙。啊，怎么办？空心菜こんな難しいと思わなかった。よし、頑張って店員に空心菜聞きます。不好意思，有没有空心菜？哦，有啊，有。あるって。どこにあるの？優しい台湾人。いつも連れてってくれないですよ、台湾の人。あ、这个吗？啊，啊。120块。好，谢谢。一個でいいかな。うわ、これか。優しすぎるわ、ほんま。Hello，
台湾人，因为平常跟巴林一起去的时候不一起去，但是あの人一緒に今来てくれた。みんな顔怖かったんけどな。よかった。多分一番下玉ねぎって言ってたから玉ねぎありました。これですよね。これとこれ2ついくわ。ということで根心菜と玉ねぎ2つです。可以吗？OK吗？你好。打炸，你喝。打炸。打炸。60。好。打炸什么意思？台语。60块。啊。哎。台语。台语的。国语叫40。40，谢谢。谢谢。拜拜。拜拜。60。緊急事態です。もう変人ちゃん。すごい。頭真っ白や。やばい。これが。牛肉炒肉片是什么？なんかみんなは俺のことを珍しそうに見てる。これかな？牛肉片。不好意思，有没有牛肉炒肉片？就是刚刚这一种。啊，我要200的。200。200的。哦，いけた。すげえ、195。ちょうど200なるように。すごいな。あ、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はい、ということで、多分应该买的。店员说。台语肉丝，夹杂。等一下，是我帮你。你们知道吗？我四川里面有一个种族，因为害怕。但是我觉得可以买下。噔噔。Yeah， 我觉得厉害。台湾的四川文化，我喜欢。然后外国人，外国人哦。ウェルカムなので本当に嬉しいですね。ということで帰ります。バイバイ。バリン帰ってきたよ。あ、帰ってきた。帰ってきたよ。よかった。お、すげえ。Yeah. よく帰ったよ。え、すげえ。でかっ、玉ねぎ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、玉ねぎでかすぎ。だって2つって言ったよ。何かかったん？ヤンパイス。おお、いいね。ちょっと負けてと言った。見よかった？忘れてた。你应该要跟他说，可不可以便宜一点呢？因为菜。对啊。写。嗯。有写价格了。对。洋葱跟空心菜同一个地方买的吗？一样的地方。那你就要说便宜一点。欸，忘れてた。你如果只有跟他买空心菜，你就可以直接买，没关系。可是你还有买洋葱欸，而且你洋葱那么大块，你买两颗欸。啊，でももしかしたら肉安くなったかもしれへんな。あ、真的吗？确定呢？でも俺两杯だって言って、OK、两杯って。でも两杯怎么会安くなるんで？でも227元は。あ、買えてた。高いさ。あ、比较多，他给你多一点。对对对对对。好了好了。对，所以更便宜。好了，有了，辛苦了。谢谢。怎么样？紧张。耶，有梦做得很好。Yeah, 太累了。你很累了，你一个人去很紧张，所以现在很累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喜欢这个影片，要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小铃铛、开启小。小铃铛不是小铃铛，小铃铛，小铃铛，对，拜拜，大家怎么样？comment 先呢，拜拜，拜拜。